先问一下啦，假设我今天已经加十了，你要继续点下去吗？就继续啊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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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拼十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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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你能按四次上加十？什么四次上下？我三次就加十二，好不好？加九而已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没有要那个、哦，这没有防退哦。啊，没有加九不用退了、哦。来吧，福大，来，请上座。好，现在要精炼，是吗？对，经验。然后点一次10%的几率，一次40颗，价格大概300块台币，然后不会掉价八，10%而已哦。对，我点了很多次还没有上去过一次，它几率其实还算蛮低的。对，所以它不会退，不会退，哦，所以还好，你可以看那边加十才用防退啊。对，武器防退不用用，不够用钻石买防退。OK， 好。会有坏掉的几率。对，他说会有坏掉的几率。好，好，是纸装是不是？对，没有没有，这个还好，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不一样，不能比，不同游戏。OK， 那我按看。嗯，这个比较简单，不是说比较简单，就是心脏没有那么痛。10%哎、欸，按喽。好。3、2、1。哦。确定。哇！哎、欸，好啊，下班啊。好啦，哇，冲进去了！好啦，你要干嘛？没啦，换台啊！你要干嘛？好哎、欸，省下了。你要干嘛？接下来嘞，再点一次吗？再点一次吗？想要我现在干嘛？想要我？准备那么多，那、啊、现在嘞？继续点吗？再点一次吗？然后再点，他说冲十二，可是这样防退是不是啊？这是不是叫防退？这是不是叫防退？不降级，这个要对不对？这个要，是吧？我就这样点，祝福经验。真假的？这个是20，这个也就20%。20%，天啊！小恶魔，你说是，我们就按下去。你说加这个石头防退啊？对，是好，哦、来吧，20%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真的快下班，快下班！哇，哎、欸，刚十趴都过，20%两倍耶，一定随便点随便过啊？是吗？对啊，随便点随便过啊。按喽。嗯，按了。好。哦，没有成功。哦。哦，你这点是多少钱？没有出现那个。哦，对，因为你用十。对。啊，这多少钱？这多少？商会。他说用钻石，用钻石，对吧？这个获取钻石上面，然后一颗嘛，90块，那就是钻，哦，不是90块，强化删掉可以用合成的，那我要怎么？哦，合成，哦，有了，所以说我要合成5个合一个，我要合6个就对了。好，我合6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30个，干30个点一下，他妈的60颗点一下也太硬了吧，还要9000Z 耶、欸，这游戏也太可怕了吧。6个，好 ，OK， 来吧，嗯，加10要另一个材料，没关系，这次点完就没有，就再点，他说要等到加10，就是把他的神经点完了，他的神经点完就他准备160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准备了4次，可现在不是剩12颗吗？没有没有，到时候我再做就好了。Oh, 我再做。天哪，好紧张哦！他准备4次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，今天都给你，我不要背这个锅，因为等一下更可怕。先让你有 feel， 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哦。嗯哼，11加11，对，加十一。好可怕！没事，都准备好了。哎、欸，刚多少？12。可恶！好可怕哦！虽然说比较便宜，但还是好可怕哦。不降级，只要5颗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每周只能买20颗，5颗。
好 ，OK。好，你来，你来一次。可恶，第三次了。20%、欸、可以吧？20%、欸，20%，来喽。嗯，要来喽。干第三次嘞，这还不上。3、2、1，干！干好失落、哦。20%比刚刚高那么多。对啊，高一倍，三次不上。我们问一下小恶魔还要不要继续？小恶魔还要吗？我们还他还有。你还要不要？你说点别的、哦，还有材料就继续没嘞。如果你要再点的话，还要再点的话不够嘞。这边剩六颗，这边剩六颗，这边剩六颗。这个够啦，这个够五颗。可是这个六颗我找不到哎。对，不够就停了吧。OK OK OK， 哦哦。哎、欸，这样算哎、欸，这样算划算还算不划算？还是有就跟 RO 一样，有过就划算。有过就划算，防具刚才要顺便好啊，防具哪一个你想要先点？没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个吧，没意外的话，有过就好，有过的那就 OK， 那就没什么了，有过就对了，就不要管亏或怎样，反正有过就是赚，好不好？有过就是赚，先盾牌吧，来吧，哈，这个更简单，好吧，30%哎，30%，你要哎、欸，这这个你要防退吗？这个你要防退吗？还是这个就不防退了？加七耶、欸！盾牌不用防退，好，这个比较简单、啊。所以他不会退吧？他会啊，会，好紧张哦。还有30%了，30%，好，好，好，30%，可以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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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喽，按喽，我按喽，我按喽。嗯，好。敲，嘿。靠！他没有这样吧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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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而且他几率会上升。哦，好硬哦！没关系，我觉得有过就赚了。啊，有过就赚，不管还要再按吗？按啊，就把它点到完，当做给你暖身。等一下有个地狱级的东西。哦哟，手都让我背这个。那个应该是 RO 叉有史以来我点过最贵的东西。早知道我刚刚就应该睡觉。没关系，我会把你叫醒。好。加吧，加吧，加吧，加吧！我靠，为什么没有上升？有这么难吗？30%，没有，已经32%，现在34%了、啊。有这么难吗？34听起来很高耶。对啊，该过了吧？对啊。好吧，再剩一次。该过了吧？好，预备，起，过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他都没有，对，他没有，没掉也没降，趴数还有往上。而且呢，现在就把这些阴德，我们先留在等一下。反正小恶魔这边也有过了，至少过加十，这是一个门槛，东西有上就好了。而且你点了六次没降，哎、欸，点了上面点三次没过，下面点三次没降，我的天！真的、欸，没降的几率有那么高吗？好可怕、啊。哎，好可怕！可是现在哦，36。对啊，好，我们不要动，我们不要动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另外一个东西哦，各位。哈，直接哦。嗯，东哥，我们要进去一下下喽。来，各位，进去。不客气，小恶魔。